董事长，大家都在啊，正好开会。求婚？哎呦，你们都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双方父母都已经同意了，求婚不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吗？是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，住孤生了呢。所以呢，这次叫大家来，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出出主意。是从前还是以后，不管是领带还是围巾，我都只想让你戴。小楠楠，你吃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小楠楠好像把戒指吃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哎，小群，记得帮我拿外套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这宠物吞戒指啊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。我说你们啊，这恋人之间搞点浪漫也没错。就怕只顾着自己搞浪漫，不顾宠物的安全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嗯，是我们不对，医生，我们家小楠楠怎么样了？这情况要开刀吗？啊，这要是开刀，是保戒指啊，还是保猫啊？猫啊，那肯定是猫，是吧，哥？大夫，你就别吓唬他了，这不至于开刀。这次啊，算你们幸运。这戒指也不是很大，给他开点硫酸镁动物泻药就行了啊。放这儿观察一会儿，应该很快就能取出来了。我还给丁丁姐打电话了，不知道她来了没有。你把丁丁叫过来干什么？我不是以为小楠楠快不行了吗？想让她见最后一面。她要是过来了，看到戒指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担心小楠楠嘛。哎，要我说，不如就在这儿求婚吧。先是惊吓，再来个惊喜，这么草率，能行吗？哎呀，肯定能行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，哥，你照顾好宁为难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。走，赶紧回家拿纸吧。小娜娜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！喂，小璇，我已经叫到城了，马上过去。小娜娜现在怎么样了？丁丁姐。你能不能去店里帮他拿一下他最喜欢的玩具啊？我想在他走之前还能再玩一下。小娜娜已经不行了吗？还说不定。你能不能去店里拿一下呀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小磊，你赶紧带云生去咖啡店集合，要求婚了。哎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先看一下，纸板压坏了吗？还好没坏。看什么看啊？有功夫就帮我哥呀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等等我，小璇。慢点来吧，你们来了，分一分自拔。来，一人拿什么？别紧张，第一次嘛，难免会紧张。正所谓是一回生二回熟。说错了，是真情所致，对吧？就算是有遗憾，那也是美好的啊。没事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别聊了，赶紧躲起来啊，快来了。看见了。怎么样了？
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在医院看着？放心吧，小楠楠没事。嫁给我吧。你的一切路程过问是非，只能假装贴了心不闻不问，可一转身泪眼纷飞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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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天边的星辰。我的你的基因中携带乳腺疾病的潜在病源，很容易复发的，幸亏发现得早，要是再晚一些啊，很有可能会转化成乳腺癌的。我不能接受。咋回事啊？这怎么了？丁丁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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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呀？你跟我哥这么般配，而且父母都同意了，为什么还要拒绝他的求婚啊？我诚实的等你熄灭，只留